我去见了你的主人。谈得怎么样了？话都还没有说完，潘爱儿她就中枪了。你是谁？跟我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帮我确认一下，答案就在里面。等我处理好爸爸遗嘱的事之后，我就会带着嘟嘟一起回去美国，这一切才可以真正的结束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爱在旅途》。